Hello， 这是2019年的第一支 vlog， 今天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妆，因为我要去看演唱会，去看我们红毛的演唱会，一会儿见。最近加州的天气真的是冷到不行。天天的下雨，连着下，对，还连着下，一下就是四五天。加州已经快被雨下的都有点不太正常。
Thank you.
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看完了我们红毛贝贝的演唱会，真的都超级超级的美，小姐姐们超级好看。然后就有一件超蠢的事，就是我去在外面等他们，就是出来下班，然后我手机忘记录开始键了，就全程只能用眼看了，而且我还喊了，然后全都没录上。然后真的要被自己弄哭了。嗯，就这样。我会在视频里就是加一些就是红毛他们的就是演唱会的舞台啊，谢谢大家和我一起追星，和我一起追红毛贝贝，我们下一个追星是追星 vlog 见，拜拜。